消委会亦都测试16款功能外套，发现有14款嘅防湿能力不足。测试嘅16款功能外套，售价由599至到4880蚊，大部分嘅防水表现大致理想，当中有5款喺整体防水表现获得最高嘅5分，但系有2款喺防渗能力同埋渗水表现较为逊色，当中1款净系得2.5分。消委会建议市民喺选购时要亲身试着，并且戴上连衣帽同埋模拟运动时嘅动作，确保运动嘅时候，衫身同手袖唔会阻碍伸展。